大家早安，新年快乐！谢谢好好的红包。难道说这个就是新年的礼物吗？好准时哦，原子猪，好准时哦。好冷哦，这红包只给我哎，怎么那么好？好冷哦，不行哎，我冬天不能，没办法，我冬天是没办法。其他人迟到不能抽，对他们其他人是迟到，只有我是准时。哎，我真的脸越来越肿了，好想哭哦！等一下，不行，今天开20。Hello 卡丘 ，Hello 没有名字的人 ，Hello 夫妇猫，什么东西？哪里准时？没有，我是30分开的，真的，我是30分开的，是你们应该是31分才能进来。刚刚下定心的握手，捐了呀，原主加播，明明是迟到1分钟，好像没有，可是我是30分，我是30分开的。Hello， 金丝羊，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兔年行大运，今年唯一一次的准时嘛？哎，不能这样子哎，不能这样，不行。我们现在开始要努力，努力准时。这个礼拜我只播加布，也是早上，真的是你哪里来的自信可以讲得这么自然、啊？什么东西？你说哪一个部分？你说加布吗？祖祖上午起床没问题吧？哦，我还是想要下午了，不然那个装扮的时间很短，因为想要睡觉，比第二天还要早。还是握手会也要迟到？哎，不行吧？等一下被骂爆。等一下就说不好意思，你就直接跳下一次这样子，可以素颜啊？不行，加布我不，加布的话就白色的厉害的衣服。还跟果果同一个时段哦。加布我不意外，我是说准时的部分。哇哦，你们早，我们要更早去搭车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们跟你们差不多，因为我们要起来梳妆打扮变美美，白色冒号厉害，是不是就跟你们说等等了？是不是快要出来了？是不是就快要？是不是1月了？你们等一下嘛，就等一下。成员也要提早进公司准备嘛。没有吧？应该是我们自己要准备，我们自己要提早起来准备好，然后去公司这样。我真的好冷，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冬天呢、欸，真天哪！哎呦，我脸真的怎么越来越圆呢、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我觉得超棒的。你知道我那天跨年那天晚上9点就睡觉了。1月了，可以说了吧？还不行呢。我是绿茶哦，我是小绿茶嘛。新年快乐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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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有看过这个影片吗？谢谢 Alex 的新年快乐。啊、哦，我的眼睛也越来越肿了。加布的时间是你自己选的吗？当然不是啊。想流泪。天哪，真的超早。谢谢 HoHo 的荧光棒，谢谢 Alex 的咖啡豆。没关系，你脸圆，我还是爱你。谢谢燕赤霞，我要发新年红包了。怎么那么好？Happy New Year！ 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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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！谢谢嘎嘎 B 的温收礼，新年快乐！耶！吉米周周，15，我要在小鹿腿上写个惨字。为什么要在小鹿腿上写惨字？新耳环好看呢、欸！啊，月月，不愧是月月，眼睛很利哦。你怎么知道是新的？没错，它是新的耳环，哈哈哈。以为你要选跟果果跟晨晨同一部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还是希望，不然我们大家一起往后一点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就是不要那么早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早好像也还不错。
哈，好纠结哦。感觉早好像也不错，但是太早又觉得，对，我这次两部，我上次也是两部，谢谢大宝贝们 ，Love you guys， 谢谢博成的守护灵，早一点上班，早一点下班呐、啊。不是，是因为那么早的话，我就可以跟城堡还有国宝吃饭。我去嘉义体育馆待了27.5个小时，为什么？新年快乐，加鲁特，谢谢。谢谢红包，这次的 CD 价格还比较高哎。什么 CD 啊？你跟果果同一部，我总觉得你会把某些粉丝搞死在队列。什么东西长得这么严重？不要讲这么严重，还好有发现开播通知。我应该有，小易要保重身体哦。小易怎么了？早上脸比较容易水肿哦，你完蛋了。这个不担心啦，无所谓。水肿就是大家已经很常看，如果他每天早上都在看我水肿。六单的价格真的、哦、啊？对对对，你们是不是有跟我说贵三十块？30块是不是？50块？还是80块？你的眼睛已经冒出恶魔的眼神了，以为我你没买啊？对啊，没有买。大竹笋水肿，对啊，我每天都水肿，肿到爆。新年快乐！我同事说了31号的活动，31号去你就输了哦，所以我30号就去了。结果嘞，没事啦，去果果列不来看你。哎、欸，将近100块啊，100块哦，哦，298变成369，36369，这是不是一个游戏啊？三六九，12345。7 8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，啊，16是拍手，祖祖嗨嗨，加布我就不填这么多了，手上只有20，好，不过你的二部我可能真的没有卷卷了，欢迎如果有的话呢，就可以来跟我见个7秒之类的，哦，不能讲这个，就来跟我见个一下这样子。谢谢石罗的打 call， 我的跨年看完 TP 加 Fruit Zapper 加 Akira 然后睡觉，我的跨年睡觉，起来321 Happy New Year 睡觉，Happy New Year 大家 Happy New Year， 我站在你队列外面跟你打招呼好了，QQ 薪水没涨还消微出水 QQ。啊，真假早睡早起很好，谢谢周颖的小辣椒，因为最近就是你知道我吃那个药就比较容易想睡觉。我是什么？等一下我的架子今天怎么有点歪，有点不是很稳的感觉。哎，这样就可以。Hello， 杨雄。Hello， 英开。没事，大家都知道。欸、但我不能说，我没有被规定不能说。谢谢金丝羊的告白气球，没有谁说的，这都是就是不是真的。话说今年第一次直播，什么惯例迟到，错过几十包的说，我没有迟到啊。谢谢好好啾啾哦，我30分就开了。谢谢吉米豆豆守护灵，你入选把我买350张，哇，你是要包布的意思吗？你有什么东西是知道的？祖祖新年新希望是什么？今年健健康康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我可以试上电影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谢谢博成的小辣椒，晚点就可以把咖啡厅传给你看了。好，为什么我30分开，你们31分才能进来啊？这件事情我很疑惑。以前我30分开，你们30分就可以进来。还是现在都要延迟1分钟，就是如果我要30分开的话，我29分就要开，是这样吗？谢谢西恩，谢谢大师，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， 嘟嘟嘟嘟嘟嘟，谢谢博成，什么谢谢红包，我是隐形土豪哎，哇哦，你想尝试什么类型的电影？如果可以选的话，适合我的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。
我喜欢就是这个电影是有一些就是会让人发人深省的一种电影，这样我自己啦，就是看完以后觉得，嗯，这样真的拍电影，我第一次参加试映会就贡献给你了哦。我也希望最新愿望，希望祖祖不能说的一切顺顺利利，红红火火，耶、yeah, ，加油！之前有说祖祖准时会怎么样吗？我记得一个人说。然后什么一个月如果都准时的话就怎么样，忘记了。打架的电影你当被打的，嗯，不然嗯，打架的电影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呀、啊。谢谢嘎嘎的泡在一起，我真的很想去泡温泉哎、欸，但是我实在是走不出，就是我就没办法出家门，太冷了。准时会下红包雨吗？哇哦，七五计划那种吧？什么是七五计划？午安一晨。不要讲话，你就演那种美美酷酷，台词不会算太多的那种。你知道竹妈说什么吗？她说竹妈说你的身高、你的长相，你就是要演那种拜金女啊，就是那种这个这件，不要，其他全部帮我包起来的那种。说妈，你可以不要这样说你自己女儿吗？不知道谁说一月很厉害的神写29包？对啊，谁呀？谢光泰。哭啊！我握手会都没有包了，怎么可能包试映会？你是11:31:56开，加减20秒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福福吗？你就欠打，都不要讲哦。OK OK， 你现实生活不就是这样了吗？竹妈真的很有见地耶，饰演体弱多病的女子，本色演出。哦，谢谢阿北，我会好好的注意安全的，身体健康。Hello， 光泰，午安，适合绿茶、哦，拜金恶女超适合你的，真的吗？笑死，然后这种拜金，哎、欸，笑笑吧，可以不要乱讲话吗？你现实生活就是我要这个，那个我也要。主播建议的角色是不是都偏向反派？迷人什么迷人的反派角色？哎、欸，那叫什么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这什么为了维护世界，为了的平，我们是迷什么迷人什么的反派迷什么什么，对啊，哎什么的反派角色啊，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啊，主不讲话的话，蛮适合聂小倩的，嗯。Hello， 猫嘿，你适合那种才刚见面就叫男生吃饭买单、买包买单之类的。哦，我很适合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呢？火箭队，原来大家心目中我就是这样。晨晨乐高拼完了吗？他那天说，啊，真的拼很久，他都拼不完。没有黑帮女老大，我应该演不起来，我没有那个 queen。你是下一步就拜拜了哦，拜拜了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演反派比演正派容易出名哎，现在大家都喜欢恶女是不是？起码要有15分钟的镜头吧？对，就是配角开始。哎，那个戏路很少人适合哎，物以稀为贵啊。不是，我是真的不适合那种 queen， 有 queen 的那种，我没有那个 queen， 就是我没有那个黑道老大那种 queen， 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就是那个，不然你现在胸很起来，没有，我觉得我自己的胸很起来，跟那个 queen 的那种胸不太一样。你穿古装应该很漂亮，前提是没有台词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如果是古装的话，就是。所有的演员都要超高，这样，那就是不够沉稳，不够凶悍啊，没有那个浪迹江湖的那种，知道历练感。我说的是绿茶的那种，绿茶叉是什么意思？对，那个气势没有这个气势，那就是那个吧，女二旁边那种话超多的配角，我觉得可以说台词就是要练。就是说台词都是要再练跟学的。对啊，长相不重要，要很外放的女配角。哦，女主角的好闺蜜，
嗯，竹川那个和服，拿那个短刀，那种黑道千金怎么样？哎呦，哎呦，要是有扮丑的角色，你也行吗？怎么个扮丑法？应该可以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要看，这样可以演，我要看啊，不是我说可以就可以啊，要看制作单位有没有想要我吧。这样可以演反差，表面凶，私底下不是，角色塑造 OK 啦。好，谢谢大家帮我就铺好路了。这样，你拍古装，我是觉得外表可以，演技要再磨一下。当然了，我的演技真的是，但角色不可以跟男生亲亲，牵手也不可以，脱手是什么意思？哈，那你这样害我很想要演，有跟男生演亲亲的，因为别人说不要的时候就特别想要。少林足球。里面赵薇剃光头那种可以接受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过这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把头发剃光光会不会很帅？那我先去试镜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跟我亲亲 ，come on， 什么东西啊？应该谢谢夏夏宝的掌声鼓励鼓励。经典演聂小倩旁边的那个侍女应该够了啊。嗯，德圈你剃光头好啊，你就请啊，我花絮会一直重播。好恐怖哦。我也不知道啦，因为我也要先没有，我们就先不要强求他剧情里面到底演了什么，我们就先想说看能不能试上一个还不错或者什么，就是好，我们也不讲什么，就希望可以试上一个电影，好吧，我们就先可以试上一个电影。不要第一次看偶像演吻戏，不是第一次看偶像演吻戏，我可以的哦，真的、哦、有你的偶像演吻戏的、哦，各位保持住啊，包管红什么东西包管红，可是不要我说不要你就要，我说不要跟你亲，所以我就是不要啊，你先演绿茶再转型吧，谢喽，谢谢大家，真的是很为我着想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是。超级为我着想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人家是想见你，你是拍想扁你，穿越时空来扁你。真的啊，演聂小倩有个大前辈王祖贤在，现在谁演都会被检讨，这个一定都会被检讨啦。这个谁，这对不对？对啊，就如果你要超越之前的作品的那种，就是真的很难。台湾偶像剧都会亲啊，镜头还会特写。那还不如从聂小倩旁边的侍女比较好入手。我是希望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我喜欢电影嘛，个人不像《魔鬼女大兵》里面黛咪摩尔真的替勇气真的佩服，你会考虑吗？会吧，就是蛮酷的，至少有话题，不管演什么角色都被拿来放大吧。对啊，最近 BL 那么红，该来个 GL 吧，阿力祖祖我可以接受。好好笑，好好笑，哎、欸，这好酷哦！三期全部被我吃了，还不是绿茶、哦？哎、欸，当我人生女主角就可以了，打叉叉嘛，你自己还知道打叉叉吗 ？Hello， 浩宇，我是所有人心中女主角 ，I'm a queen。对不起，你可以演狗汪汪，汪汪。要不然还有啦，有个电影王祖贤当年有演过叫追日，追日是演什么的？我只知道聂小倩。早安，新年快乐，大家新年快乐。我感觉那部电影，我跟你讲啊，讲到这个，你知道我这个跨年呢，就是我就是在看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剧，然后呢我就一直在等 Island 这部剧上映。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看，我跟你讲 Island 这部片的女主角也是，我跟你讲她完全是我的菜，你知道吗？她简直是震到一个 Oh my god Oh my god。 你们有看到什么那个吗？ Island， 你们去看那个 Island， 我跟你讲我有分享，我跟你讲真的啊，还敢说不是要加播，对不起啊，就是身体就是我就想说还是算了。人家说电影不是，不要再说剧。 Island 哦， Island 就是那个岛屿的那个 Island， 大家知道吗？就是那个金南吉，欸，但是我超级喜欢那个女生，但我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是什么，看一下，实在是其实我记不太住那个演员的名字啊，但是因为金南吉是竹马很喜欢的演员，
那因为我是因为竹妈我才知道这部片的，就是竹妈那时候一直力推我说，跟你讲，我们就是看这一部，我们就是看这一部很好看。然后就想说，好好好，我妈说很好看，到底有多好看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到底有多好看？看一下哦，李多熙啦，对，他叫李多熙。你把英文变到像中文，笑死 ！Island 不是 Island 啊 ，Island 啊。Island 就是，不然要怎么念 ？Island 哦 ，Island 吧，不是念 Island 吗？啊，难道我有台湾腔吗？那个 Island 好好看，真的 Island 好好看，你念得很好，完美就是这样。OK， 你演赤木晴子，李多熙真的好正哦，啊，真的好正 ，Oh my God， 我觉得好好看，她好美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说。就是有人中分，然后那么贴头皮的人还可以这么好看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我自己觉得我中分贴头皮，我就觉得我的头看起来真的超塌，可是他超好看，他就算是那个上面的头顶头发很塌，还是超正。Oh my god！ 而且我跟你讲，你们有看那个他们每一个细节吗？他就会静静的、很近很近的 take 他的那个从脸到这边。Oh my god！ 我一定要学他的。我一定要学他的那个妆容，实在是有够好看的，真的有够好看，他真的超正，而且他那个这样咚，那个心脏那个这样咚的时候就，就、啊，漫画改编的嘛，好像是吧，应该是，哦，好好看，好好看哦，真的有够好看，他真的很正很正。我跟你讲，他当初在演那个变身情人吗？那是叫变身情人，我忘记他那部片叫什么。真的就我就超爱他的，演那个男主角的妹妹。哦哦，我一定要朝他的目标迈进。他也超高，你知道他176，他让我觉得人生非常的有希望。我一定要加油，我要开始努力。但他也是，他好像也是先演反派开始的。然后你知道李多熙跟崔始源，他叫崔始源嘛，对不对？始源，对，就是最近在演，好像最近在弄一部新的剧，叫做什么《冻死的恋爱》是不是？相识20年的青梅竹马，心动罗曼史。虽然我实在是没有很喜欢看爱情剧、爱情连续剧，但是这部我蛮想看的。就是始源跟李多熙的那个演技都是强到爆，来看一下。好正哦，好正哦，好正哦，你们知道吗？宋参宗，对，崔始源那么丑，哇，不可以说人家，不要评判人家的长相，努力继续长高。千秋乐就画那个妆吧，不行，那个妆有点淡，对，可能不太适合就表舞台表演。那我可以握手会的时候画这个妆，好好看哦，而且他剪鸡发才是有够好看，你没有看他的鸡发吗？我真的有一度想说，难道我真的要剪回当初的鸡发吗？可是说真的，鸡发真的很难照顾，我那时候真的是快要疯了，真的快要疯了。但是真的好好看，他剪鸡发好看哦，鸡发好看。李多熙之前参加一档去当兵的综艺，超级爆笑，而且超级好看，真的假的？叫什么？先不要，你先不要那么激动。OK， 好，我先呼吸，你冷静一点哈。晚点回来哦。好，生羊拉出来就是什么什么圆，你被马掉了，山粉圆哦。但是崔始源很有钱，不可能把人家的身家调查都调查得很清楚吧？对不起，崔圈圆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这个三个字哦。谢谢月月的荧光棒。崔始源是富二代的说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讲到这个，最近就是这几天，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Island， 就是因为我跟竹马两个人开始看那个财阀家的小儿子。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超级期待这部片，然后我就想说我要等他全部演完以后再来看。结果呢，他的结局，我已经先被剧透结局了，说起就是很不好，所以我已经就对他没有那么有期待。但是我就是最近 IU 也有一个大新闻啊，在一起了。最近那个什么什么介绍，你看那个金汤匙、啊、对不起，我很不争气的已经先看那个金汤匙的解说了。宋仲基好帅哦，
宋仲基，我觉得宋仲基真的很强哎，就是他演那个大学生，我觉得很合理，就是对我来说会觉得啊，对他真的很像大学生。你买了个 Island 吗？我也很想要买 Island， 但是金汤匙我个人还好，我没有很喜欢这种，就是因为你知道海底就是会后悔，然后对我就没有很想看娃娃脸特权。那我现在的脸去演高中生还合理吗？老师，老师，我想问你，老师，今天脸瘦一样15吗？我今天24，因为我穷才想看金汤匙啊。可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珍惜他的家人，他的家人对他很好，所以我不喜欢。你也演阿姨很适合，李光洙也是长颈鹿哎，刚刚好，什么意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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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？请问跟李光洙有什么关系？你没有很喜欢陆星材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之前演的其他片我都蛮喜欢，可是我不喜欢这个题材啦。对，就是金汤匙这个题材。对，但我其实蛮喜欢陆星材的，他因为我之前有看那个《家师傅》吗？还是什么的那个综艺节目，就超好笑。老师还有事情，先走了，袁同学，拜拜。老师，老师，对，我没有看 Running Man 呢。24岁主义，但是你们知道最近有一个综艺节目，然后我一直很想看，我现在好像只看到第一集，然后准备要看第二集，看一半吧。一个什么，我永远都记不住他的名字。什么就是他是一个，他就是要奔跑吧？不是那个。他应该是日本节目吗？就是大家要去解任务，然后有很多的人，然后如果然后他反正他会有坏人，然后逃走，黑啦，逃走中，出逃中啊，逃走中，还有那个叫什么去了？对，那个好好看，那个好紧张，哦，那个真的超好看啊！全员逃跑中啊，不是出逃中 ，OK。全员逃走中啊 ，Run for money 啊，他的英文叫 Run for money 啊，哦，那真的很好看哎，那真的超好笑，那真的很刺激哎，我觉得超好看的。逃走中现在有，昨天才看的新的哦，没有，我还没看之前的，他有新的了是不是？日文就叫做逃走，日文名称就是逃走中哦。对，我是看那个 Netflix 上面的，在日本是快退烧的节目啊，希望再让料理东西均复活。我希望再让那个室内设计的那个复活。哎，我超级喜欢看那个的，大家有人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叫什么，他那个节目叫什么？大改造是吗？哎，上榜了耶！室内设计的那个是啥？大改造是不是还是什么？是吗？大改造，可是那个听说很花钱，可是那真的很好看啊！黑啦，不是破坏王，全能住宅改造王，对，全能住宅改造王，节目名称都忘记了。我其实说真的没什么在记节目名称的，我都是就是看到啊，我要看这样。那我们今天来个。跟新年有关的啊，不要跟新年有关。我们今天来一个跟冬天有关的歌，我们很久没听的，每到冬天一定要听。我上次就想要跟大家跟放给大家听，但是我今都没有放。嗯，全球票房冠军《阿凡达：水之道》啊，他们大家说没有很好看哎，说为失望，害我很难过，我很期待哎。是不是什么东西出到第二集可能都会有点微失望？我也没有兴趣。竹笋之歌，叫冬眠。
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成员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点追踪。大家新年快乐哦！他会把改造前后播出来，很疗愈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超酷的。今年你洗头了吗？大家好，主播是大竹笋，你们是小竹笋，居然还没吗？竹宝午安，今天要写，新年第一首来一首好运来应景一下。没有，我们今天先冬眠，太冷了，真的不行，等一下再快歌。主播是 TP 中最吵的一位，大家记得进来要调低声音哦。我今天很冷静，好不好？我最近超冷静的。主竹今天有没有洗头？没有。主竹最长记录是七天没有洗头，可以不要在抽红包的时候讲这个话题了。这样的话，人家第一印象都是原来竹没洗头。谢谢光泰的打 call， 耶耶耶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只要是冬天都在冬眠，真太冷。春日的蝴蝶，你看它颤抖着。我最近喉咙会发生什么事？却冰冷的季节，你看啊，仲夏的弯月，把欢愉偷窃，倒挂天际的笑颜。不行，我现在声音，大家听出来我有点沙哑吗？大家，我今天就不唱了，我今天就放音乐给大家听。请原谅我，请原谅我，原谅我不成熟。有去看医生拿药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吃那个出血的药。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就是身体不太正常的状态，惨了。哎 ，WZI 不准说止痛药吗？不是，就是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就是止血药吧，还是什么，就是让我不要流血。呀，谢谢木木木木萧吗的红玫瑰。你要止血是不是，伯承？你怎么了？你听他叹息着离别。海与山，风和月，冬至的白雪，你听它掩饰着哽咽，在没有你的世界。对，我要保护喉咙，我们快要那个了，红包。海与山，风和月，冬至的白雪，你听它掩饰着哽咽。主竹静静很赞吗？100分，我够坏的。谢谢陈恩的掌声鼓励鼓励，欢迎大家来到主竹直播间抽红包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点点追踪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到 IG 搜寻原子猪，可以看到更多我的照片。那你先别说话，十秒钟一下看看。那我顺便来搜寻一下，宣传一下，有什么歌来宣传一下，在这个时候。AKB48 Team TP， 啊，既然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来听个恋爱幸运饼干吧。蛮适合新年播的。
长头发了。谢谢 Mom 的票票，我决定五月祖祖圣诞 T 我不买了，我要把钱都用到四月林宝宝的圣诞 T。讲这句话我实在是太难过了，买一件都不行吗？谢谢 Mom 的票票，未来的国师 ，Hello Mom。播歌吧，啊，祖祖属兔兔吗？是。一月惊喜出来了耶，小童有圣诞体哦，真的、啊？这时候你会跳吗？会呀。但是我只会跳单手。绽放笑容，好运就会在身边降临。笑笑吧，懂哦，很懂哦，点你。为什么 TP 时尚课没有我？因为我那天不行。谢谢小紫的玫瑰。吃着火腿蛋吐司，可是店家偷塞了一片涂了花生酱的。哎，但是我真，其实我很喜欢吃汉堡，里面有花生酱，超好吃，推荐给大家，超好吃。这时候只会单手不行哎，因为我们之前都拿麦克风，我没有跳过双手，我们。几个世纪，超级讨厌自己。沙点茉莉，想让我上蚂蚁，怎么知道不在意？对呀咿呀，人生总是双向，善解人意，可是世界却总排第一。就算知道不爱，没有保质期。什么关系？花生酱真的无敌，虽然很罪恶，是不是很好吃？那怪豆豆，那怪豆豆黑我莫属是什么意思？恋爱这里，转转转转转转，差不多，小姐原子。加花生酱真的不错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加花生酱的东西都超好吃。那你们有人是可以接受草莓果酱加 cheese 的吗？超好吃！谢谢呱呱的温收铃，谢谢大福哥的桃花，准准准准准准文之什么什么东西 ？Hello， 我是端端，恭喜中奖！的指引。嘟嘟，谢谢大家来到祖祖直播间抽红包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点追踪。这首歌叫做《恋爱幸运饼干》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各大数位平台都可以搜寻得到《恋爱幸运饼干》哦。欢迎推荐给你的主播。这首歌真的是很可爱。对，就是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都可以幸运，然后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桃花运旺旺旺，红包没了，抽完了呀，对呀，要看是什么 cheese， 很咸的我不行。我很喜欢吃有盐味的 cheese， 超好吃的，好想睡觉。这个冬天真的是，啊，想睡想睡。心想事成，那祖祖你别难过，心想事成哦，你心想的是成，我也心想的是成，成宝贝，有盐味的可以，但配甜的草莓，哪有草莓酱的甜味就会超甜，然后又有点咸咸的味道，哦，好好吃哦，特别好吃的那种，半夜不见你，像几个世纪。
2022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永结同心。哦，同可以用这个哎。晨晨应该还在生我的气吧？对，他可能还在生我的气。他那天才跟我说，他说拼不完，他说也太难了吧。圣诞 T 预购时间真的很短哎。我也觉得。晨晨同学是不是真的很忙啊？这礼拜直播休息，竹爸有关心一下女儿吗？他怎么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欺负人啊，我没有欺负人啊，谢谢光太的四叶草屋，拿个乐高打发他，不要讲这种话，那是我精挑细选的，请你不要用一句话就是把我的心意就直接抹灭掉好吗？谢谢。到底是什么你是知道的？到底有什么你是知道的？我知道。下礼拜要干嘛？这下礼拜也不是，是下下礼拜是吗？对，是下下礼拜 ，the last one， 千秋了。果然孩子不能交给爸爸带，都会不关心自己的小孩，对不对？这样不行，赶快来问一下他，宝贝，为什么这周没有直播？宝贝。是谁传讯息给我呀？大家最近真的要小心哦！听说大家就是最近很多的人确诊。千秋乐是下礼拜，对，千秋乐是下礼拜。谢谢 L 的黄玫瑰，1月8号准备好了吗？1月8号是什么呀？哈？什么？我猜你也不知道星期天要去，那是什么呀？我听不懂哎，为什么大家会知道这件事情呢？距离可以期待一下的1月活动大概还有多久？距离1月还可以期待一下的活动，等到过年大家就可以看到，应该是吧？我猜，所以我都在戴口罩。对啊，最近真的很严重哎，我听到很多的人都。那我们要提倡足不出户的活动，你出门就抵制你，为什么？文化总会自己公布的啊，是这样子的哦，真的哦，你星期天出来就别你赌，你不然给我犯傻了，哇，这个打赌，那如果我不给你呢？我是不是应该把 DC 连接传给你？过年节目录影出来很久了啦，跨年这么多人，当然会这样喽。我不想要相信你们，每一次官方都公布了表演，不行，每一次你们都骗我，然后套我的话，是说文总很爱 TP， 谢谢文总的喜欢。你还在演吗？文总的话，文总的活动都不错，谢谢文总 ，Hello Sim。O P O， 足不出户笑死！除夕节目都在抽录影票了，不用演了那你好歹自己关注一下主办单位的消息啊！我怎么知道？他们只有说什么都不能讲啊，那我就什么都不敢讲啊！等下讲我不找晕马，你这么好骗，我很好骗。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能实现，后面都不会唱了怎么办？
你这么好骗，不骗你的心说不过去呀、啊，说不过去哈。你有怕被骂这件事情吗？嗯，很怕呀。你有？这样会不会有点？等下会不会被打？我等下会不会回去被打？没差，你不用讲啊，我们知道就好。啊，对啦，反正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要录这个节目。对 ，yes yes yes， 我们有这个东西。对，然后就是我跟你讲，就是蛮值得期待的。对，就是蛮多表演的。然后我这次也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。对，耶、yeah! ！明天三号公布哦。守规矩很好啊。只有小童跟小雨不能参加。祖祖新年好运来，好运来，希望大家都能去。哦，祖祖新年好运来是 WZ 的名字，是不是？希望大家都能去，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去。你下次被骂就嘟嘴装无辜，会被骂更惨。我就说，请问为什么不能说？哇、哦啊，直接走、啊，还以为 talk 环节会比较多。talk 环节是什么意思？不过你会遵守规定，我还是很开心啦。嗯，不给饭撒，最多我可以少带你的应援版。但你不知道我会不会给你饭撒、啊、，right？ 新的一年，我想听一下2023年的好运来，可以吗？当然没有问题啊，我下播的时候放好不好？我要下播前放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先让我就是保存体力，到我等一下要准备下播的时候。这个逻辑说的也对耶。祖祖能藏着这个秘密这么久已经很厉害了。对，我真的都要，我真的都要差点都要爆雷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就已经，我上次就已经不小心爆一个雷了。全员活动很圈粉耶，真的齁，真的齁，真的齁，是不是让人很想去？全员在线34名，一个都逃不掉。哎，一个都逃不掉吗？是用逃不掉是用逃不掉这个词来用的吗？嗯，这有对吗？快，音乐不迟到，换49包，你要挑战的吗？我是不是已经在挑战了？为什么是49包啊？你上次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所以握手会衣服什么时候要说？第一套目前就是我现在的想法是我应该是会尝试双马尾，没错。但是黑色的衣服是穿什么还在思考，对，还在想说要怎么穿这样。然后第二套呢，就是第一套我可以很算是70%到80%的百分比跟大家说，应该就是双马尾了。然后因为第二套呢，就是要看说能不能借到，因为我想要就是我差点，反正现在那个衣服还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，那之后它就会出现在大家面前的。然后我想要借借看能不能借到，但是因为其实只有一小部分是对。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衣服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就是有一些东西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就换上。咦，这样子好 ，OK， 对 ，Cool， 双马尾赞赞哎，深血的衣服吗？反正就是大家到时候就知道，你们不要再问了。不剪精华出来是不是就会被公司知道？不剪精华出来是不是就不会被公司知道有爆雷？什么意思？我想看你穿很浮夸的衣服。双马尾我给赞。你说的第一步是指 A 还是刚刚加的？第一A 步，手牵手的衣服吗？如果第三步我想穿手牵手的衣服啊，可以吗？手牵手了没啊？那个时候，双马尾高还是低啊？你这样很难去帮你宣传第二步哎、欸。快了，大家快了哎、欸！对不起，我想问一下，握手会到什么时候？第一套是 A 嘛，对，第一套是 A， 第二套是第二步是 B， 好吧，第二步是 B。什么？你还想要第三步哦？就如果有第三步的话，我觉得两步就够了。啊，没有，我是说如果穿之前先进会议室，哪有公演前就爆了新衣服？我们没有什么公演，新的公演我还不确定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握手就还没出日吼。哦，那不行穿，那不行。哦，到2月5号是不是？到2月5号，那可以啦，那还有宣传时间、哦，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。哪有公演前就爆雷新衣服的？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真的不行。哎、欸，哎呦，我们什么时候？哎呦，等一下，我们什么时候？我们什么时候握手会啊？3月对不对？哎呦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才刚称赞马上就漏气了。第三步请你做做梦就好了。嗯，我在做梦啊。为什么什么等一下第三步现在哪生的出来啊？没有，是说如果
剩一个月了耶，你很怎样？开始你都不知道了，结束你也别问。没有，我要知道我还有没有时间宣传第二部这样子。有个屁是什么意思？对，现在就是看一下啊、三月演出日，我信你了。三月公演出日，我信你了。三月公演演出日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我是说，反正就是二月，反正就是啊，反正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。是三月握手会嘛，对不对？你刚有喝是不是？三月有握手会，是吗？套话 ing， 反正哦，烦内，我现在不能说了。八月是这样，完了，祖祖又宕机了。你很夸张，研究生没有代表作，两部大家都大实习，你确定吗？反正就是大家二月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大家二月到时候就知道了。然后呢，三月是握手会，没错，对啊，那三月就握手会啊。但是如果，但是对，对，下午要去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光碟。其实听说有人偷爆雷了，但我不能说。哦，真的吗？有人偷爆雷吗？快说出来，这不是重点。一个月不迟到要挑战吗？再说喽，宣传时刻绝对不能交给祖祖，因为我也记不住。上一次哪知他不是要宣传吗？然后他就问我，三月十二、十三是握手会是不是？不确定能不能讲，不要讲。对，因为我真的也不确定，反正就是有一套衣服很好看就对了。我如果有机会，哦，不行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接下来的话不能说，我现在真的不能再讲了。反正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许可能三月握手会是可以穿的，也许，我是说也许，但是我不确定，也许，我是说也，我说 maybe， 好吧 ，maybe， 但是我不知道，就是反正就是如果可以的话。三月有可能可以穿到，就如果我有第三部的话，是可能可以穿到新的东西的这样子。不要乱说日期好不好 ？Maybe， 我是说真的，换话题，我怕你把不该讲的讲出来。希望姐姐没有看我的直播。三月十一、十二啦，哦，十一、十二，你是不是在被大家套话了吧？你还是不要再被大家套话，我没有套话啊。Maybe， 那你一月很期待那个服装可能可以看到吗？一月很期待那个可能看不到，对，因为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握手会吗？握手会可能可以，但是二月可能，这件事情我不太知道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这样问大家是不是很明显？等一下，大家刚刚前面东西先洗掉。我想要先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有人知道，你不要再说，有人知道，一二三，就是有人知道我们的四周年延期延到什么时候吗？有公布了吗？有吗？还是还没？还没的话就刚什么东西都没听到。闭嘴！OK， 好，反正好，大家知道是不是？好，那对，反正就是有人说会去，OK， 四周，OK， 好，大家知道这件事情，好，吓死我，我差点就流汗了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，好，那就不怕 ，OK， 不怕，我以为你会说再演，吓到我，衣服给我拉好，我拉很好啊，这只是我的帽子，好呀。上个月公演不是有宣传吗？哎，对不起，我没在听。你没有办法在国安局上班呢。四周年老早就公布了 ，OK， 现在没公布就惨了吧？我想吓一跳，我真的吓到。好，反正就是如果四周年就是有一些服装就是有让大家看到的话，也许我们三月握手会的时候呢，就是可以给大家看这样子，好吧？是在那边，可是我不确定，因为我真的不确定，我们现在也还没确定。你在军情局一定会被策反，对，我不确定我们的那个衣服会不会拿来用 ，Yeah， 但真的很好看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超好看，跟你讲，真的，我必须给他一个赞，真的要给他一个赞。有保利好看吗？
宝丽还是比较好看。新什么东西？新公演部分衣服会在四周年出现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、，sorry， 这件事情没有，不可以乱讲哦。所以是四周年的嘛？四周年的话，公演就讲了。对，原来四周年要拿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哎哎没有没有没有，哎、欸、你们都这些都不要乱讲哦，这些真的是没有的事情哦，你们不可以乱讲。我的是说衣服衣服，祖祖都不专业，让你活动，哎、欸、不行，我要看的不是衣服，而是你啦。造谣大会完蛋了，你们大家真的不要乱讲，哎、欸，到时候传乱传乱传，我就完蛋了。他们说从哪里听来的？原来祖祖间讲，不要讲下去了，换话题吧。这样真的很有趣，哎，每次这种时候都是让我觉得很惊悚的时候。是谁啊？哦，都乱讲，你有在怕的吗？超怕，我怕爆，哎，等等谣言就出来了。谁说的？猪猪啊！好了，话题结束，没事啊，大家不要紧张。你真的不能再说了，无所谓啊，反正我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也不是搞不太清楚状况的。造谣喽，烤地瓜喽，这样太危险。飞太远，梁阿成，不可能这样子叫他吧，小子，好想哦，真的哦，哇、哦，你是不是你是不会自己止血听损了？反正我讲的也不一定是真的、啊，我又是搞不太清楚状况的人，你自己变得很惊悚的，到底为啥不知道四周年的日期啊？没有，我是说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在宣传的时候其实就是没什么听。对，因为那天你知道在宣传的时候，内心里心心念念就觉得我家有宝莉今天应该会升格，哎，一切小道消息都是祖祖，然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什么，就说没有啊，没说啊。Hello， 芝芝兰兰，哎，今天这个影片可以不要上传吗？我们知道你知道的事情啊，啊，你们知道我，你们知道我知道的事情，例如，比如说一月就是过年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吗？延期的当下，官网也有发了，官方文宣也要看你。不可能，什么时候？IG 吗？哪里？哪有？什么时候发的？我不相信，我要来看。哪有写？没有写，没有，好不好？有写吗？没有啦，没有。四周年发好久了，好吗？哦，四周年发很久了吗？四周年延期，去年十月官方就有讲，就有想说那个了吗？别纠结了，要你做功课比登天还难。都发了好几个月了，很早就公布啦、啊，去年就发了，都发一年了，你说真的假的啦？去年十月就讲了，是不是？会议室要换人进去了嘛？看来一家可以交接了。为什么？一家很常进去吗？踢掉那个来广告的。大竹笋血流成河，我们什么东西都没看到，好不好？我说可不可以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就什么东西都没看到。这种人我就是看不到，看不见，哎、欸，看不见，哎、欸，我现在会不会打？四周年延期都重卖票了耶！哦，文总的话，他是第三天发的文，好的。所以你赶快跳一支舞，让我们有新的话题啊！你小心被打。没看到，我都没有看到啊！我什么东西都看不见，我看不见，我看不见，嗯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星期天你在哪一边？让我跟我认真的讲，我在你心里那一边。只要我上台，就会看到我。会议室喽，请放音乐。我很好骗，有人乱留言。好，谁乱留言？是不是 Uno？ 你说的我没说，是你说一家常去的，不是你们说的吗？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东西，事实上并没有好运来吗？什么东西？连官网怎样？请放音乐。什么东西？连网路都不逛了吗？你为了保守秘密，连网路都不逛了吗？没有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是 Uno？ 我不知道。动力高铁又来喽！新话题，祖祖新年愿望是什么？祖祖的新年愿望，祖祖的新年愿望，我刚不是好、哦，这个人刚刚是谁？刚刚谁问的？欠揍！我刚是不是已经许愿了？是谁？看一下是谁？
忠孝东路走十遍吗？刚刚不是说健康吗？刚刚是谁？四周年的票到现在还没领哎，赶快领！明明是你说的、哦。等一下哦，对啊，赌徒欠揍哦，赌徒！我还在想你怎么被点名了。没事，不要理我。猪猪午安 ，Hello 红毅。我们不可以这样。这并不值得我们拿出来讨论这件事情。有些话题，请不要拿出来讨论。还敢笑？对啊，就这样啊，欠揍。你知道我这几天就是看到那个一个网络上的那个就是影片，就是被那个被歧视，就是那个亚洲人被歧视，在那国外被歧视的影片。然后那个时候他就以为他在跟他开玩笑。然后就他开，他就忽然间，对方就忽然间开始大飙脏话，然后他们才发现，哦，他是在歧视我，他以为他在跟他开玩笑这样子。结果，现在他们就是吵，后来他们就超生气这样。然后那个旁边那个女生就说：“你刚干嘛这样啦？”然后那个男生就说：“没有，我以为他在跟我玩啊这样。”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原主讲话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，不然的话真的是会被揍。新的一年就开始被主揍了嘛？那个 Island 嘛，现在 Island 只有两集哦。但正常，我如果想要拍的话，我也蛮想拍这种系列的，就是但是女配之类的。呜呜呜！新的一年，我想说呜呜什么，差点呜吼了。右下角框框写着一月有惊喜，请问是什么惊喜呢？还没有出来，都先没有看到。宇多田光最新单曲 First。Left 吗 ？First left， 今年第一笑。等我不看了，那我不看了，超讨厌等剧的。对，你可以先等它就是出完。但是因为这种题材，我就超级喜欢这种就是驱魔系列的。因为像你知道，因为我是康斯坦丁的粉丝，有人知道康斯坦丁吗？驱魔神探康斯坦丁，有人跟我一样是基努里维的粉丝吗？哦，真的，好帅哦，真的超帅的驱魔系列。我们会保护你的，我们都还没有做过，怎么可以交给外人呢？谢谢，你不适合啦，那我不看了，超讨厌等剧。好，不会，我也常被骂，我陪你。真的吗，小子？你很真的蛮欠揍，羡慕被揍是不是？好，不要这样，这我真的担心。我是你的粉丝，我只是你的粉丝哦，真的吗？基努里维，全好莱坞最巫族的男星，最巫族是什么意思啊？巫族还是？什么是巫族啊？基努里维怎么样？基努里维演的康斯坦丁是超赞，真的，而且我真的超级喜欢那个女主角，那女主角就是演那个《神鬼奇航》吗？《神鬼传奇》《神鬼传奇》的女主角，拿一支铅笔杀爆所有系列，很好看啊！拿一支铅笔杀爆所有系列是什么东西？驱魔主族基努里维快要60了呀，真的好帅哦！我就觉得他是我这一辈子的偶像，我也想被揍，可惜你直接放弃揍我了。点点头表示认同，太好玩了！新年跟大家聊天真的就是很幸福。奇航不是奇航，不是奇航。神鬼传奇，神鬼传奇吗？传奇吧，跟。没有，请不要讲这种话。你的刘海是不是该剪了？对，我现在都懒得处理这个我的刘海。捍卫任务你没有看吗？竹妈之前有讲过，没有看。基努里维明明是尼欧，不要乱讲什么康斯。基丁是什么啊？你不知道基努里维的绝对不可以动他狗系列电影啊？我知道，不可以动他狗系列，我知道。就他太太死掉，然后他就是最后的时候送还就他就是有去准备一只狗送他，然后就他那个是不是他狗就被干嘛这样什么的，动我狗杀爆你全家，对他就是俩公这样子。捍卫任务要出第四集嘞，跟叶问对打，真假的？真假的？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这个，我就知道。这那如果是讲这个，我就知道了。动物保护学是捍卫任务，你不知道，但是不可以动他狗系列，你就知道了。对，我不知道原来那个就是捍卫任务系列。
甄子丹啊，最强爱狗人士。对不起，我只知道这个，我真的很知道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很喜欢。我现在吃那个止血药啊，我这一块都是烫的。动保团体的公益宣传片，这可能也不能当宣传片啦。对，但是就是为什么我脑袋突然有喜剧恶搞捍卫？塔瓦哥不可以这样讲，不可以动他狗，他就知道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不可以动他狗系列，我就懂了，就懂。不知道基努里维跟甄子丹对打是什么感觉？就是武艺切磋的感觉。飞来啦！欢迎飞来 ，Welcome back。我觉得又热又冷，又热又冷。你们知道吗？那个 New Jeans 其中有一个那个年纪最小的妹妹，她成为 LV 代言欸，不是品牌大使欸。基努是真的李小龙徒孙吗？是吗？来这边可以给我温暖吗？脸热身体冷吗？脸颊是烫的，我的嘴唇可以降温需要吗？为什么你的嘴唇是冰的吗？谢谢嘎嘎的八哥冻嘴唇。大竹笋要去吃饭了没？我也很，结果本名竹竹不知道，我也是很无奈了。不知道基努里维能不能得赢断水流大师兄？断水流大师兄又是谁？对打应该是无法分出胜负啦，一个单脚蹲，一个往后仰，打不到比。你好烦他啊！知道啊，他们团有很多精品代言欸，我觉得很棒啊，我真的超猛的。破坏之王的一个角色，你说你会让我气到脸颊发热吗？你居然不认识断水流大师兄，玩命光头，断水流大师兄是谁？你为什么都有一些特别的名字，我都不知道。好喜欢哦，一群小妹妹，好可爱哦。哇，我看那个吃东西的 ASMR 我都觉得好想吃。你知道我最近一个很喜欢一个叫 Zoys 的那个频道，然后他就是会有很多那个咖啡 vlog， 好喜欢他每次在那个咖啡厅做那个东西的时候，就觉得我太爱了。而且他还有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压盖子那个机器哦，一开关那个盖子的机器，不可以动他狗系列第四集，怎么想动还真的叫什么 Zoe 嘛，Zoe Z O E 然后 P S Zoys， 他的频道的意思 Zoe 的，对，这样你有听懂吗？我是说我的手掌可以帮你脸颊发热，没关系，我也可以。Hello 竹伦，谢谢你的相遇。我原本以为是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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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的 Zoe， 你被马掉了水锤。对 ，Zoe， 我只是想讲何金莹，何金莹是谁？所谓是什么？真的调咖啡哦，真的，他在做咖啡的这样，跟常威打成平手。请问常威又是谁？你们怎么都在讲一些我不认识的人？我不认识啊，我真的不认识啊。是不是今年每一个区域都有请一个韩国艺人来啊？好了，那不然我们来听这个好了。
低头，低头吗？低头。竹竹知道《玩命光头》系列里面的角色有谁吗？我其实没有看，对，我好像曾经有看过第一集，但也是很久以前了。오늘 들어 하니가 말한 대로 디토는 겨울에 잘 어울리는 좀 좋겠고요. 디토 많이 들어주시고 사랑해 주세요. 그럼 다들 준비됐죠? 네. 준비됐죠. 시작해 볼까요? 좋아요. 화이팅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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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爱哦。 害羞的样子好可爱哦。 可爱。我想听 You Raise Me Up。 说到这个，桃园有电报女郎没看呢、欸？有，我看了。上次浪 KO 跟国唱 Speechless 真的很神呢、欸，真的、啊。桃园跟台中我就不晓得了。常威是周兆龙，高雄人，高分量。我想听你唱 My Heart Will Go On。哦，对，桃园电报女儿也出来了，可惜没有主播。对呀。剪技法的，有人剪技法，他是谁？不要假哭，哭啥？我就是去桃园场的、啊，就可以见到 Vivi， 哭屁，搞不好你明年又加下一团啦。谢谢西恩，我觉得你的比较好听，谢谢。不要以为你哭，霍华德就会 like， 霍华德是魔兽吗？实力蛮强的耶，真的，这个不是霍华德喜不喜欢的问题吧？是我也想炸一台，不然嘞，什么东西不然嘞？哪个中古世纪的人？不过他们的新制服好可爱。那、啊、我没看他们的新制服，谁什么新制服啊？你说电报女的吗？谁叫你？西恩，祖祖是不是很想哭？想跟魔兽拍照吗？我想要上桃园舞台。居然连霍华德 like 这个梗都不知道。霍华德 like 是什么东西？不然他们的新制服好可爱。霍华德 like 是什么？等等。你知道我被竹妈说我现在是台北俗。我那天去台北的一间还蛮有名的庙，然后就要去求签，然后我就在那边这样抓那一把，然后这样，不是以前都要这样子嘛？然后我在那边这样痛了两下，然后呢，那个住持嘛，就走过来就说，求签不是这样求的。
然后我就怎么什么意思？然后他就说你这样子拨一拨就好了，你这样子弄弄弄就坏掉了，这样这样。我就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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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'm sorry， 然后我就这样弄，然后呢我就拨拨拨三次这样，然后拨三次呢，然后就一直你知道每次就是拔两次，然后第最后一次就不是，然后拔两次最后一次又不是，然后我就说奇怪为什么都找不到，然后助手又再来，他就说你拔一次就好了，你拔三次干嘛？然后就想说啊，不是拔三次吗？然后想说好好没关系就拔一次，好从这个时候开始拔一次，对不对？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一次都没有拔中。霍华德 like 源自于孙生呢、欸，谁说三次的？以前都是三次啊，寡不会都是寡三次。呼呼呼呼呼呼，流鼻水。霍华德莱克，霍华德莱克吗？为什么要霍华德莱克？什么是霍华德莱克 ？I can what is 霍华德莱克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在哪里我查不到。什么是霍华德 like？ 助词要拼翻桌率吧，助词已经快被我逼疯了。还是想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来，不可以拆掉？助词又来了，你不用拔了，我帮你抽一支。不用求姻缘啦，因为我就在这里。没有，我也没有求姻缘，我就是求说，我说可以给我一个2023年的指引嘛。对，就是还是我讲的不够具体。那个仙人跟你什么哪一间让我知道？不要这样子，信众太多，忙到走心嘛，有可能。但现在在节省哦，现在节省时间都不好一次而已，是不是？我想想，对不起，住持都是我的错。以前三次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以前是三次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现在是我觉得是我真的太久没有去外面了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现在人家都是一次这样子，所以就是我想说好，那我现在知道了，以后人家就是一次，所以我现在要改变我自己，我要跟大家讲，现在去拔不会只要拔一次哦，不然会被骂哦。应该说最多可以三次，没有，他说只能一次，我就拔一次然后被骂，不管凶你就是他不对，不行这样子，你不可以帮亲不帮你。给我出来，不行！明明打霍华德 like 会有很多的影片，然后呢？霍华德 like 到底是什么？啊，算了，我等一下再自己看好了。给我出来，那我会帮他不背你是不是？不帮我是不是？你也从来没帮过我吧？南部还是三次啊？我就是我台北俗啊，切换跟主持大人很熟，修行的人，哎，不可以这样讲，吉思阳，我们不骂他，他是怕我把他给拆了，懂吗？还是哎，谁是理还不知道，哎，主持又不一定对，至少他是规则嘛，对不对？飘飘其实讲话也是蛮凶的哈，从来没有出现过称赞我的话，你一次应该真的是要拼翻桌率吧？什么是翻桌率啊？哦，你的意思说哦，下一个这样是不是？如果说你很时尚，很俗，如果说你的时尚很俗，你会生气吗？其实说真的，飘飘够了，我会臭骂他，我还知道你会怕拆庙。就是对，可恶，我也以为是三次，被归类成台北俗了。对，我是台北俗，我们一起搭本嘛。现在只有一次哦，现在拜拜只能一次，就是对，而且不可以这样咚咚，然后让它弹起来，不行哦，你要用拨的，然后抽一支这样，知道吗？好，是三。
三次没错啊，没有没有，是一次，现在是一次了。切换是我住持老大，现在每家规则不太一样。对，好像是。对啊，像你一样一直拔不到三次，后面就不用拔了、啊。对，这里留言区也没有称赞你的留言啊。嗯，对，但是大家就是太常这样子的话，说真的，其实、也会蛮不舒服的。住持，你会打球吗？你来当球。切换是我老大哎、欸。对，也不是说怎么样，但是就是对，有时候会好好聊天，好好聊天。其实搞不好可以八次，他怕被你知道，只敢给你一次。就他就觉得我可能一直都没有拔到，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拔太久了。台南都是三次啊，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真的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这是亲身经历耶。吉米周周是我老大，吉米周周是你老大是不是？祖祖粉彩点要三次啊，就是到时候你们要主持人说不好意思啊，现在只拔一次，神明会不耐烦，一样的问题，你为什么要问我三次？没有，因为我在拔的时候就会说，如果是的话，可以给我三个醒杯嘛，这样子。铅筒不是用摇的吗？摇一支铅出来，可是它这一支就是很大支的那种，它没有办法摇啊。我哪里是老大，我是年纪大。那还是老大。我回住持，原子主我老大啊，还不行这样哦，不要这样子呢，我等下被骂。那个抽签也是要技术哎、欸，挑跳最高的那一只，对我那时候就是要跳最高的那一只，我就被骂。他说不可以这样子，不可以这样甩这个，就是这样啪啪这样抓一把，然后这样让他跳，对不对？他说不行，现在不行。说啊，对你有种就不要全部签全部撒出来，那个也没办法自己用手甩啊。大桶要用抽的哦，真的、哦、大桶真的是用抽的，是不是？哇，我台北俗，可是我真的以为是这样，啪，然后让他跳起来。知道哪一间以后，大家一起去，各三次，累死住持，可能怕太吵。对，就是对，现在就是要用抽签，大家要知道。我只是要跟他，请大家不要有这么愤怒的心情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生气，大家不要生气。就是，我只是跟大家讲说，现在就遇到台北的庙是就是一次这样子，然后不可以用这样弹那样抽的这样。知道哪一间，我下次不去、欸。也不要生气，也不要生气。中统要用摇到地板上的，中统还要摇到地板上、哦。谢谢自伟哥的真情告白，住持你位置想啊。你超凶，不可以这样子哎、欸！不行不行，这个信仰的部分，这个，我们不可以乱讲，不可以乱发脾气，我们可以好好跟人家说，不是这样子吗？这样子，对，他可能也是怕我拆了他的那个铅筒，毕竟铅筒也很老旧。谢谢光泰 ，Hello 朱莉，哪间该去踩点一下喽？但是我觉得，但我是真的，我是每一年都会去那间庙，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那间庙。松山慈幼宫嘛，不是，但是我去你们不可以，我说出来你们不可以生气哦，就你们不可以对他生气。祖祖粉要摇来摇去要三次，不然就假粉。我是在保护我的信仰哦，谢谢。但是还是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就是反正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啦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蛮灵的那一间，我觉得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，而且我觉得就是他每一年给我的签，我都觉得是很好的指引，这样子，没什么好生气的吧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龙山寺不是天后宫，拆了签筒就有新的签筒，就是在那个六号出口然后往后走的那个天后宫，我超级喜欢那一间的。直福宫吗？不是，在西门那边。还好我的信仰不是信仰，指南宫吗？不是，他应该是天后宫，他是天后宫吧？他应该叫天后宫吧？你们知道我在说哪一间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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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西门，台北天后宫，我只相信我的后宫啊、哦。那间人潮不多哎、欸，可是我每次过年去的时候人都超多的，每次过年要去的时候都超多人，抽几年还不知道，超傻。可是我前几年还是
还是这样子，可是我没有被骂，但是我今年就被骂，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年又改了。你去拜的庙，然后不知道名字，因为 我一直都是知道它叫天后宫，小小一间吗？中等，没有到小哦，中等大小。对，应该是吧。看一下哦，西门。对啊，西门天后宫。对，西门天后宫。是的哦，西门天后宫那间还好，在知名卤味店对面。台北天后宫人事全非，可能换住持了。开车去吗？嗯，台北天后宫。直接略过吼吼。那家我很喜欢，但是对啊，看每个人，如果大家觉得还好的话，就是大家要去找跟自己比较心意相同的那种。但我跟西门天后宫心意很相同，我很喜欢。成都路吗？欸，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对，51号，没错。Hello， 小易，有求爱情吗？我只有说整体运势，欸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。他的意思就是那时候说什么，就是意思就是说尽量不要往外跑，就是待在家这样子，就是。然后他说我很明年的运势就是很常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所以他就意思就叫我随缘这样。我就哦 ，OK OK， 随缘。那家的门是小了一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就是入口处比较小一点，但是他是蛮，我觉得算。我觉得不算小欸，但你说到超大吗？也不是超大，但是就是 就中等，中等这样子，中等。那家的门是，对对对，千师有留下来吗？终于有借口宅在家了吗？无心插柳柳成枝，千师有，好，今年就躺着，佛系工作，对对，我们今年就佛系这样。叫你没事别乱接近三七生啊，收到给我放好。欸，是这样子吗？果然要足不出户了吗？我早就帮你算好，他好强哦！我不上班了，签文叫我不要出门，下次请假。他就说为什么？因为签叫我不要出门，没有，不可能这么夸张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叫我就是，但是我觉得这还蛮合理的啦，因为毕竟是本命年嘛，然后就变成说就对太岁年，就是也尽量就是不要。去到太危险的地方，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也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，这样，所以就觉得心意相通，心意相通。那今年催促你拍 cover 的力道小一点，对，可以拍啊，对不起，可以拍我在家里，记得别去泰国。为什么？我也是太岁年欸，他也是兔兔吗？啊，还是你是属？还是你是属鸡？你要安光明灯了吗？有，我有光明灯。你明年犯太岁，运程大好大坏，大起大落，就是要小心。属于你，大家也要小心。不管是不是太岁年，就是大家就是出门啊什么的都要小心，然后注意安全。我是属于你，我是比祖祖还要可爱的兔兔。你也是兔兔吗？小兔兔，噔噔噔，光明灯怎么听？光明灯，光明灯，光明灯，你是太胖年了啊！那不行，我们一起来减肥，我也要减。我最近也一直狂胖，吃那个药，要被关在会议室一年了吗？我不要，只属于你。哎，这个很棒哎，原来是猪猪，只属于猪猪。祖祖是你的，哎，不是我的。你还会，你还要减哦？对啊，因为我最近吃那个药真的有胖，我两年胖10公斤哎，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哦，哈，宝贝，你不行减啊，你要70kg 哎，不行不行，要换口号了吗？没有，我不要换口号。我觉得祖祖的高分妹让你痴心绝对这件事情是让我非常的开心的。
两年十 KG 还好。无力心脏哒哒哒，欲哭无泪。一点了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我亲爱的竹妈为什么不见了？我的妈妈呢？她不是说她出去啊，一点要回来吗？妈咪，你去哪儿了？妈咪，对啊，不在、欸。可是瑞凡每年只有一次听到痴心绝对，为什么瑞凡每年只有一次听到？旁边肉肉还唱，不要这样子，肉肉没有月半钟声到客船，到客船，我要吃串串，我今天来跟竹妈说我要来吃串串，不管，收播后再把工作时程确认一下，看有什么需要宣传的，还有什么看什么还什么还不能说的。反正就是一月现在有两件事情蛮值，三件事情蛮值，两件事情，三件，两件事情蛮值得期待的。依琳昨天握方向盘，我爱了。他握方向盘，竹竹基本上什么都不用说吧，反正我刚刚该说的都说了。二月是四周年嘛，就只有五月才会听到痴心绝对啊。啊，你说我吗？我你说哦，可是瑞凡每一年只要听啊，我想说瑞凡为什么要每一年听一次？我想说跟瑞凡有什么关系？有一件跟阿丽哦，三件事情，对，就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要录的那个东西，我蛮喜欢的，然后跟阿丽一起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一月的固定的那个东西，就是我很喜欢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再来下一个就是我跟阿丽又有一个什么过年，对，就除了我跟阿丽还有其他几个人，然后也是一个蛮值得期待的事情，反正就是这三件事情。依琳会开车啊，申写真啊、哦，其他都是欲哭无泪吗？所以下礼拜所以下一次就是礼拜五直播了。对，好多阿丽哦，对，我最近很常跟阿丽。嗯，想起他了。痴心绝对哦，要痴多心，不期不待，没有伤害哈，不期待，真假？好棒哦，痴心绝对，你不要找依琳飙车，我带他去甩尾，你们知道那个甩尾那个吗？我其实之前就很想去。兔女郎等着，兔女郎是什么啊？嗯，依琳会开车哎、欸，爱了爱了，依琳开车好像只有在公演说，对，她只有在那个考什么，考什么东西？你刚说什么？你不要找依琳飙车考啊！我刚说讲脏话，但是阿丽去泡汤，你没有你的照片哎、欸，少装。昨天依琳去自动洗车啊，我是喜欢手洗车啦，因为。电动洗车会容易伤车子。头文字 D 没有，我没有叫你哦，是你自己说的哦。对啊，但是我是也是不想出门了，也省点钱。省什么东西？省点钱，车子伤了再。好好听，不要说出这么恐怖的话啊！对，我的车是我的宝贝，不行。最爱我们家，你知道我们家的电子产品，我们家的那个交通工具都有他们的那个先后顺序的。我有两个姐姐，姐姐车，姐姐摩托车，一个妹妹摩托车，然后我们的车子是哥哥，然后那个导航也是姐姐这样。每次那个竹妈就说，那你要怎么出门？我就说我会开哥哥出门这样。好，然后竹妈就哦，因为我们有两台摩托车嘛，然后竹妈就会说，我今天骑妹妹出门了、哦，我今天骑姐姐出门了、哦、这样。妹妹的 IG 呢没有，很好笑。然后每次开车的时候就奇怪，我妈每次她就说，真的跟这个导航姐姐真的很不熟哎。什么？那我们长颈竹呢？长颈竹是长颈宝贝啊，小竹笋们啊，甩尾竹又要兴奋了，阳明山车神啊！女权团体热身中，什么意思？原来导航姐姐是那个吗？导航姐姐就是导航姐姐、啊，开哥哥，你哼乱讲会出，你哼乱讲是什么意思？有点猎奇，陌生人，此女怎么每天开车话题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
一零请载我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开车？为什么会开车？这跟开车有什么关系？一零加一十一啊，他就乱开车，我那乱开车的手法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先关掉了，我要去寻找一下竹马的下落了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就是他们自己觉得是，是不是？拜托，在外面不要讲齐美没出门哦。好啦，就是外面的人会觉得我在开车，是不是？难怪一零才找你，因为你很会开车啊。地狱列车，真的吗？还敢忘记竹马的存在吗？我没有忘记，可是他说他一点会回来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，他去哪了？Where are you all morning? Where are you all morning? 主播平常很准时吗？很准时，超级准时，还是要自己去偷吃饭？不等我，你这个不孝的女儿。Hello， 一凡。奇怪，我妈妈去哪里了嘞？哎，但是说真的，我真的好喜欢，我真的好喜欢这个。这个哦，是竹妈开门声音吗？辛苦了，等一下累了再的话再补一下眠，毕竟还没走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去找，是竹妈吗？竹妈还没直出第三个醒杯啦，哎，但我真的很喜欢那家庙，如果大家可以的话，就是不要太生气，对，就住持现在就是有教我了，对，啊，不要生气，大家真的不要生气，我不是为了，我讲出来不是为了让大家生气，我只是想说，你看我好委屈，我是台北俗，对，好不好？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也有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去那家庙看看这样，但是我还是必须说一下，就信仰这个东西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对我也是非常喜欢，就是。基督教，我以前小时候，以前小学的时候，几乎都是跟基督教的学校有关，这样子。对，小学、国中，对，所以大家就是还是就是我们就是尊重每一个信仰，对，因为信仰都是劝人向善嘛，都是好事。所以竹妈右手指第四次，左手抓着椅子嘛，还没念榜。我是台湾俗嘛，完蛋了，不行啦！那啊，你这样会害我想出去外面走走，不行不行，还没走不是？等一下到千秋乐还在啊？什么东西走什么？千秋乐什么念榜榜啊？不要让竹妈等你，竹妈去哪里了？竹妈，好，我先念榜榜。奇怪，难道他真的抛弃我先去吃饭了吗？好啦，我念榜榜咯。第十五名水锤，第十四名兔，第十三名 Alex， 第十二名自为，第十一名呱呱，第十名点儿的石螺，谢石螺。第九名光泰，谢光泰。第八名吉米周周，谢吉米周周。第七名大师宝宝，谢大师宝宝。第六名中明宝宝，谢中明宝宝。第五名一凡宝宝，谢一凡宝宝。第四名博成宝贝蛋，谢博成宝贝蛋。以上拍手。第三名姬思阳，我好帅，谢谢姬思阳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回来祖祖直播间，超级想你的。第二名嘎嘎逼，谢嘎嘎逼宝，拍手。第一名吼吼吼吼吼吼，好好，你最近省点钱，我希望你就是你知道吗？来找我们的时候可以吃好喝好，真的，我是真的，你省点钱。然后我现在来发一包过年红包，哦不对，跨年红包，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祝大家红红火火。快快乐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到，咚咚咚咚锵，还没到，大家新年快乐哦！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可以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还没有想到是不是？好的，那么我们再换一个不讲武德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我们再来先发一包，新年快乐，大家新年快乐，耶、yeah! ！我跟你们说哦，我自己都有抽到，你们会不会想打我？应该会的。
新年快乐哦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大家抢到了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大家应该都有了哈！有吗？有吗？还是没有？好，我真的最后一包喽！大家要记得哦，最后一包喽！新年要快乐哦，大家！去旁边，去旁边，我想做什么？咖喱，咖喱 ，OK，Come on， 来哦！我数三二一哦，三二一。这样应该大家都有了吧？新年快乐，亲爱的大家，拜拜！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，新年也要努力，希望坚韧，用笑容感染世界，珍惜每次的舞台。AKB48TV， 哦，有三就有四，再来啊，安静。好，对不起，好啦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，新年要快乐哦，大家。那祝大家就是珍惜今天最后一天连假。Uni 什么？Daisy， 好啦，希望大家可以，希望大家可以都开开心心，新年快乐，大家拜拜。